到年终岁尾，观众朋友们这样说：“您说这今年过年，您可千万啊别为我们忙活了，您好好休息休息。只要您能平安健康，那就是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了。”新年即将到来，铁峰老师给您送福送健康。管它容易不容易呢，年底送祝福送健康的事儿必须给大家办圆满。今天的节目您可别错过，年终大礼等着您。健康饮食，服从口入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振华。首先请出大家的老朋友，中医养生营养师铁峰老师。振华老师您好。铁峰老师好。同时欢迎我们两位健康观察员。哎呀，我今天看啪一个小梁，俩挺忙啊，是吧？非常忙碌哈、这谁都能看出来，我也看出来。这哪是忙啊，这两天可真是太忙了，对，相当忙了。这自打我们那个铁峰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，这两位哈，这身衣服一换，喜庆劲儿一来，要送礼了，年底了哈，给大家送温暖送健康。哎呦我天哪，咱们这个微友群里哈炸了，又开始催他了吧。哎呀，让他赶紧去找羊奶谈价格，别说是大家了，我也在等着啊。这个一到这个年底走亲戚看朋友的，咱能空手去吗？是啊，这羊奶要是能早点安排上，我就不愁。哎呀，没有礼物去串门了。哎，对，您就收礼来着。但是我跟您说，陈华老师，今天您说了这么多，看似挺有道理，但是您猜错了，这不能够。哎、怎么样？那群里的热闹什么呢？那是、咱们你看哈，咱这个今天把这个 iPad 人直接拿出来了，咱们这个信息哈，咱别就是挑，咱随便念几条，看看大家伙都在忙碌什么，都怎么说的？对对对对，点开念第二条。好，咱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条，看什么热闹事儿哈。来看这个吧。我先来吧。哎，好。看看这位微友啊，这位微友叫百合花开，我这一看肯定是女的，女士啊，女士的微信，说铁峰老师啊，从您做广播的时候我就听您节目，到现在我认识您7年了，记得好准啊，是吧？昨天听您说那些话，哎呀，我这心里还不大好受，你看看。所以我知道啊，您这一路走来有多么的不容易。哎呀，过年过节您从来都不休息。哎呀呵，为了帮我，不是啊，帮我们大家伙儿啊，弄来好东西。哎，跟那些厂家打交道，您受了多少委屈啊？您说这今年过年，您可千万啊别为我们忙活了，您好好休息休息。只要您能平安健康，那就是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了。哎，感动不？怎么样？是谁呀？这是爹观众吗？不是你家人谁？我家人还不能这么跟我说话。这太体贴了吧？有点啊，心声。哎呀，他有一些很普通的话，但能很触动人心。像我们做广播出身的哈，这个就是天天都要在这个播音间里。确实我经历过这种事情啊，就是我记得有一年，那个可能有点什么特殊事儿，这节目没有到时播出，就是突然间一出来之后，一到这个点，哎呀，外面都已经黑了，啊，原来这个时间是没有太阳的啊。对，感觉自己这些年这叫没白忙活。哎，听完这些话之后，你做的每一份工作都是值得的。对，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微信群里啊，真的是也是出乎意外，也是在我们情理之中啊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们大家跟随铁峰老师，真的是有很多暖心的事儿哈，感动的事儿。当然了，在这些感动之余啊，羊奶粉的事儿并不是说没有一个问的哈。这个10个人里面得有8个人，一般都说心疼咱们说这一年的辛苦付出哈。你像这位微友，他是怎么说？他叫麦田啊，他说，哎呦，你看这称呼哈、小峰啊，峰峰，我都不敢叫，别人叫小峰啊。你就我就纠正一下啊，人家叫我是叫小峰啊，带个儿化，小峰啊，行，小峰啊，只要一说这开见面会，我肯定想办法去见您。对啊，就这2年吧，我一共见您呐
八面了，哎呀，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啊！第三次见面的时候，你拉着我的手，一遍一遍的嘱咐我说，别再来了，岁数这么大了，不用每次都折腾这么远的来看我，等有机会了，我呀登门拜访，小峰啊，您对我们大家的好，我们都记着呢，您看这。旧的一年即将离去啊哈，我这老头子啊又受您照顾一年了啊，自打遇见您呐，我这健康常伴，您呐该歇一歇了，您得好好养好身体，我们呐都指望着您呢。这位朋友哈，小峰啊，你叫的哈，是你叫我亲切了，铁峰老师，我跟你说啊，峰不要表态吧，这老爷子啊要麦田，首先是气质很好的一个人，您认识啊？那这见过那么见面了，想起来了。我跟你讲这里细节啊，这个老爷子吧，特别有文化，就是肯定是受过非常好教育的一个人。我说的受过非常好教育，不是说非得哪个大学毕业，是中国传统的文化，诗书，咱叫知书达理，这些东西非常足。老爷子腿脚不好，他是坐轮椅的，每一次来。都是他孙子开车，大 SUV， 你看家里条件应该也不错，我为什么总拉他手，你们知道吗？人到了这个岁数，尤其总坐轮椅的时候，很多老人的手是凉的啊，对，我每一次只要我一握他手，我就知道他的健康状况大致什么样，热不热乎啊？春天来的时候，凉到什么程度？冬天来的时候凉到什么程度，这一握手就知道，这是我的想法，但他不知道，每一次握手握一阵的，比如说我握他手握三分钟，他那两手就热乎了，说明功能很好，没事了。如果握三分钟手还是凉的，说明他情况不好啊，这是我的诀窍。所以说但是你只要始终拉着他手，老人他就特别暖心，是他觉得你像他的孩子是一样的，是知道吗？这样的你跟他聊什么事儿的时候，他共情啊，感同身受，他就觉得像一家人。上一次我就劝他，我说你别老来，是你年纪大了来不方便，路上万一有点啥事儿呢。老爷子就拉着手就说，人家说的就是说，看你就跟看我们家孩子一样。哎呦，老人家有一句话，要分手的时候啊，打两下，不抱，抱是跟外人，是跟外人拥抱，这孩子在这拍后背拍两下，拿你当自己儿子是一样的，我跟你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所以说我愿意跟这个老人聊天，是这老爷子说话也明显跟别人不一样，特有对啊，他说看见的你就跟看见自己家的孩子一样，对，跟你说话的语气也就是跟长者一般哈，语重心长，是吧？老爷子年龄肯定也是不小了啊，哎呀，他今年得91了，我想想，有高寿啊！你想我见到他那年就82、83，今年这都多少年了？90多了，得91了，我90了。他是早年的，腿有这个腿疾，咱叫腿疾，实际上就是老年退行性改变，就是接触晚了。30年前要认识我的话，他不会像现在这样。但是身体各方面都很好。每一次我们团队活动，老爷子。能用上的哈，我都会特意安排我们工作人员。咱们这内部有传统，对，就这老爷子是不是得给留两份？我得给留着。是啊，你想啊，他的儿子比你岁数都大，是，哎呦，那一定，90多了啊，他比你岁数都大，人家一家人都特别关注健康这件事儿。我经常说，健康是需要投入的，投入一是意识，二是时间，往下才是钱这些事儿呢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对啊，所以说我得留心帮衬着，太好了，对吧？哎呀，真好哈！刚才那微信呢，真是他小梁一读，这字里行间都能看出来，这老爷子的真情实感，哎呀，暖和，哎，这微信念得好，暖，我现在，
是吧？暖和，有感受。其实这几条微信哈，真不是我跟潘阿姨说特意找的，是随便翻这么一翻。这两天我们拿过来就微友的问题，这是我们说群众的声音哈，非常关注我们的铁峰老师，包括郑华老师，因为这段时间我们确实给大家创造过很多的机会。你像这位朋友哈，这个微友他叫什么呢？啊，这个孟三好啊，这位他就说了，他说这个振华老师，哎，这是振华老师的事儿啊，振华老师哈，特别喜欢您的相声，谢谢您的表演哈，您的声音哈，真是陪伴我走过了青年、中年，直到现在，我已经儿孙满堂了，如今呢，我这两个人都一起做这一档节目，我都喜欢，给我们送福利、送健康啊，每天输出的高兴。每天啊，就等着盼着到点儿看两位的节目哈，是我最开心的事儿。振华老师啊，您一定要把，哎呦，他说的啊，振华老师一定要把心脏养好了。哎呦呦呦，谢谢谢谢。保护好自己的嗓子。希望啊，健康路上一路上都有您和铁峰老师陪伴着。我努力啊，跟着你们走，绝不掉队啊。哎呀，还挺关注铁那个振华老师心脏的事儿啊。还真有关心我的。我很多啊。哎呀呀，振华老师感动了，没事，感动了，没事，人铁峰老师都没感动，但我该感动，感动我自己的，我是站这儿没感动，眼睛红了，眼睛里进沙子了，不是沙子，进砖头了，哎呵，感谢大家对，哎，对我们的关心，我也感恩大家多年的陪伴，哎呀，看来今天大家这还真是。哎呀，跟我猜的那个不沾边啊，真不是啊。像以前这个观众朋友让我催眠，整个益生菌安糖的时候，天天都在微信上问的是进度，啊，说必须得给大家整着啊，抓紧呐、啊。但今天这种情况，说实话啊，我是没想到，出乎大家的这个意料哈。谢谢啊。感恩各位，这老艺术家被感动了，感动了，郑老师今天真感动了。谢谢大家，知道心疼咱们，啊，这我知道，但是还是那句话，眼瞅年底了，是，管它容易不容易呢，年底送祝福、送健康的事儿，必须给大家办圆满。哎，瞧咱俩这平时都穿的比较素的颜色，对对，今天这也披红挂绿了，你不能白穿啊，这喜庆要快乐，给大家送一个健康年。而且这次大家真不用心疼我啊，因为这次给大家送福利的这家羊奶粉，这个厂家根本不需要我们砍价，他们老板跟我讨论过很多次这事儿了，人家想上咱这节目，人家讲了，只要别让我赔的太多，你看这话说的，你看，只要别让我赔的太多啊，能让我上你们节目露个脸儿，哦，人就知足，哎，这个满足，这定位好满足，哎呀，这家没听你说过呀，是这样的，他家的羊奶粉实际上真不愁卖，高品质大厂家，人家羊奶粉自己卖，有一些就是订货的，都得排半年多。哎呦，因为羊奶粉这东西不是说你凭空它就能变出来的，它有个过程。对啊，咱们观众朋友，你今天要安糖，明天要益生菌，是不是？再长个叶黄素啊，是不是？一直也没轮着他们家。哦，他家已经在咱们这儿开始排号了，一直没排上，是不是？就说这话有想法，表过决心了。但是他家的羊奶粉吧，确实好。我这一看呢，到年底了，也确实像振华哥说的那样，到年底得拿点能拿出手的东西送礼呀，好东西，正经八本的。赶上这事儿，这叫啥？这叫借花献佛嘛！这个赶上的好，这行好。看来呀，小梁，咱俩今天还真是带着任务来，对，是不？这事儿，其实我觉得咱们很多朋友啊，也交代咱们俩，包括咱们场外的微信哈，打电话，一直在说，哎呀，让这个两位老师啊，好好歇一歇。大家千万别担心，这事儿真不难。铁峰老师一直在强调，真不难，很简单，就等信儿就行了。对，行了，你们老师说必须办，你们也别劝了啊！我太了解铁峰了，你越劝他越来劲儿，这是年根底下了。既然老铁想感恩那些一直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，咱就还是一如既往的跟着老铁的脚步走，走不好。昨天您不是说了吗？就是他家这个羊奶粉产地特别好吗？对，这我都记住了。对啊，那些小羊都生活在这个，那叫北纬34度啊，北纬34度啊，陕西关中的那个那叫黄金奶源地。对。
而且那儿的这个山羊都是自然放养的，平时吃的都是叫紫花苜蓿，对，是吧？那叫什么什么树叶？构树啊，构树，还有桑叶，特别好，纯天然。对，最主要的是什么？是新鲜，新鲜。嗯，这个新鲜呢，就跟工艺有关了。他们家叫什么呢？湿法工艺。哎呦，干湿的湿，湿法工艺，急速杀菌。去膻锁鲜。他这一套把羊奶当中的营养成分保存不流失。然后呢，还能够让这羊奶一次成粉，有水，有液态的变成粉状的，是有工艺的，那个粉质特别细腻。我昨天形容说，倒到水里刷就融开了，对吧？用时间来概括，三秒，三秒速溶，而且这个奶是不能冻的，奶冻完之后就没法喝了。咱们小时候那牛奶冻完了之后你再化开，水和乳就分开了，是是是是，就没法喝了。所以说人家那鲜奶尽可能的用低温保存，那低温低到多少度啊？有标准啊，4度。哦，四度，四摄氏度。这个4度很神奇。咱们看那个水面，不管结多厚的冰，深到一定程度之后，那个温度就是4度。鱼在里活过一冬不死，这个4度很了不起，这叫低温锁鲜冷链运输。人家从把这羊奶挤出来，再把这羊奶送到加工的这个位置，从头到尾25分钟。哇，真快。从到厂开始做成奶粉不到2个小时。哎呦，这奶粉郑老师，哎呀妈呀，反正想喝一口。这些呀、算是他们家羊奶的第一点好啊。对，昨天说了是吧。第二点呢，昨天刚起了个头，是吧，今天您得继续跟大伙说。哎，第二点。第二点是什么哈、刚才讲的都是工艺，是自然环境，是下面要讲点高科技的。就是说特别打动我的是他家羊奶粉富硒。加料了。石头的石，带个东西南北的硒，知道吧？中国这块土地上是贫硒的，硒对我们身体好，大家都知道。而他家羊奶粉富硒，硒的含量高。不但硒的含量高，而且很多别的营养元素，比如说钙，它叫高钙，带益生元，带植物，这叫甾醇酯。带维生素 A、维生素 E、维生素 B6、维生素 C、有铁有锌，这太多了，我这么比我手指都不够用了。大家可以自己去搜这些营养元素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多重要。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他家羊奶粉富硒。硒的含量啊，这个硒啊，硒，哎，硒你们应该知道吧？对，我原来有个杯子叫富硒杯。对，富硒茶。硒这个概念为什么受到热捧？因为它真有用。你想啊，这么多年搞这方面专业研究的人会捧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吗？对，第一是有用比方老师，您看您刚才说了这么多，这回你给咱们找这羊奶粉里这好东西也太多了，老鼻子了。这咱又得说了，又找到什么尖货了，咱就掐尖儿了，是不是？以前咱们体育老师给大家找货啊，都是那个金字塔尖儿，我们就奔着尖儿去，差一点儿，体育老师这关都过不去啊。这回咱找的羊奶粉呢，绝对是那个。领头羊，你学那是羊，你学那是羊叫，那是狼吗？那个，哎，我不瞒大家说啊，你要说普通羊奶粉那真不少。哎呦，那可不是了。你现在在超市里，羊奶粉品牌虽然没有牛奶那么多，但有不老少这个羊奶粉，老多。这个厂家找过我，但是太一般了，不突出。你那东西满大街都是，那我做它干什么？拿不出手，是不是？对，甚至有的都不是纯羊奶做的。哎呦，我给大家找的这家羊奶粉，我教过你们。首先看什么？生羊乳啊。对，配料表，它叫什么？生羊乳。什么叫生羊乳？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羊乳叫生羊乳。就这就好呗，纯呗。
它在配料表第一位，说明什么？嗯、占比是最高的。哦，生羊乳，哦，这记住了。我把这一点教给大家。不信，咱们自己到市场看。家门口都有超市，你去找有羊奶粉的，你看它配料表头一个写的是不是这个？这个咱就可以学到了。为什么？它没法写。那没有呗。不是有的，这不是说，哎，我这么告诉你吧，啊，有很多头一个写的是大豆蛋白粉，哎，似乎明白点了，不是纯羊奶哦，那说明什么？它的主要成分是豆粉。那这样的商品，我跟你说，它不是调制乳制品，就是固体饮料，俩意思，那能叫羊奶粉吗？我给你们找的这个羊奶粉，倒在碗里，水进去之后，刷就融，三秒吗？茶手都三秒就融，这是第一。关键是没有奶拌子，哎，不结块儿，它不结块儿，这个好。放凉了之后，上边还有一层奶皮儿。哟，多少年？你多少年没见过带奶皮儿的奶了？没见过，皮儿是不是？不见啊。咱们小时候喝那牛奶，煮完了之后上面一层奶皮儿，对，拿筷子挑起来还得嗦了嗦了。对对对，多少年没见过了？没有了，没有。这个有啊，这个有。这是正着八经的好东西，纯羊奶，太棒了。我给大家，你说要送那个，那一般般的东西，啊，那个豆粉做的那个，那啪啪打脸，你信不信？厂家都能不要钱，哎，那太难，白送你，你给我推就行。对，明白了，白送我也不能干这事儿啊，对，砸我牌子。对啊，就别说别的，就是那奶皮儿，这是最直观的啊，对，好多年那奶皮儿。我印象当中只有鲜奶才有，是哦，对对对，鲜奶，对对对，跟大家说，人振华老师有生活经验，什么叫鲜奶？刚挤出来，对，那叫鲜奶，就是从挤出来到你手里不超过6个小时，那叫鲜奶，他家羊奶就是新鲜，2个小时从液体就变成粉状，而且人家的奶粉啊，在这个罐子里做成粉，粉是这样的，进到一个罐子里，在空气当中走动，上下飘，水飞出去，然后再落到这底下，就变成粉哈。这粉在这大罐里出来，直接上包装，上包装设备，直接罐袋里，啪口就封上了。哎呦，整个这套程序是没有人手去干预的啊啊啊，没有别的设备，说我弄个棍子上搅一搅，没有，全都是接触都少，唰，全都是无菌操作。你说这奶粉到咱手上，开袋就冲，这相当于你直接上羊奶上嘬是一样的，从牧场到入口2个小时。但是我刚才我觉得这个一说完这个，这两天我的感受就是说，我这先尝一口这个鲜奶哈，这个味道太向往了。但是这个羊奶的事儿哈，昨天就开始说了。婷老师昨天也说到了，因为这事儿其实已经很简单，很简单了，好像就是这一两天的事儿哈，是不是也快定下来了呀？这事儿是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这事儿大家放心啊。啊啊啊！昨天我跟厂家就已经表明了态度，这事儿要办，这就大框已经定完了。然后明天的节目啊，大家应该看了。这事就明天就能啊！哎呦，听我说呀，听我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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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已经答应大家了，就说明我心里有底儿，没底儿的事我不能答应。今年一定给大家送健康，送福气，好不好？昨天我跟这个羊奶粉的厂家基本上都已经谈完了，哎呦，太好了！想要这个羊奶粉的朋友们，明天同一时间一定要看我们节目。明天羊奶粉，我估计样品就能到咱手了。想喝吗？哎，明天，明天张二哥，哎，胖阿姨，哎，玲，哎，我请你们喝羊奶啊！太棒了，多送点啊，少喝一大点啊！我不能说是请我们喝啊，我们帮大伙尝尝。这两天确实给咱们大家伙都说馋了，就等明天尝一尝这款羊奶粉了。给大家先代替大家先感受一下。那咱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两条未有的问题吧。好，大家都忙啥呢？行，我来看第一位哈，叫抬头看阳光。他说了，铁木老师啊，我正愁过年送礼送啥呢。这回啊，你给我们找到好东西了。这羊奶粉啊，我之前喝过，
不便宜哈，过年送这个肯定有面儿。我明天呢一定关注节目，我刚才呢还在那个家族群里面说呢哈，告诉他们明天一起看，到时候大家都能够得到很多很多实惠了。你说送什么东西有送健康这个寓意好啊？对了，对对对，所以大家是放心啊，明天一定要到位啊，这回爽快，直接看节目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太棒了，好。我这位没有啊，他叫于奶奶，那是铁峰老师啊，我可就等着您的这个羊奶粉了，到时候我要多抢点儿。这马上过年了，孩子们都要回来，每年他们总是喝那些什么带气儿的饮料，冰凉的那东西，我一看就不好。这回整点羊奶粉，拿水一冲，热乎乎的还起皮儿，这多好啊！铁峰老师，我明天一定会准时看您的节目，等您的好消息啦。哎，这事儿板上钉钉了，明天，哎，羊奶粉明天咱一定给大家安排上，行吗？哎，那个今天的时间到了，大家都记住了啊，明天明天明天，哎，想要羊奶粉的朋友们，明天的同一时间一定要来看节目啊，老铁可是。